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五九一健康秀，我是伟欣。你有想过全台最美的别墅在哪里吗？我们今天要开箱的豪宅位在新北市林口区，号称林口最贵的天价豪墅，由韩碧楼设计团队以及英国气象学建筑团队耗时八年联手打造，全台第一栋会呼吸的别墅，企业带你随风而行。全台湾唯一没有门牌的别墅特区就会在新北市林口区，这样的神秘型富豪聚落吸引了两岸三地的物流业老板、上市柜公司大股东购地自建亿元私人豪宅，例如技嘉董事、小北百货家族、台湾影音机大王、展越建设董座等都住在这里。一线双语学府，高绿富绿健康环境，走在别墅特区的感觉就像走在美国比佛利山庄。企业与康桥双语国际学校、马里逊美国学校比邻，因此涌现不少刚性买盘为子女铺上康庄大道。听说光是看屋人数就年增两成，打开五九一十家登录也可以发现近几年周边房价的涨幅已经超过30%。不止学区有看头，企业临近中正路商圈，也是著名林口老街所在地，白天为传统早市，晚上则有美食宵夜林立，车行五分钟也可至三井outlet新进广场。不只能享受低密度美式生活、精致街区规划以及国际观的文教气息，在林口这里更值得一提的是百亿媒体园区，打造亚洲新坎城。国际影视园区由东森集团、三立影视、三井奥莱二期强强联手，百亿打造全球营运总部媒体影视园区，结合观光、物联网、影视产业，创造上万就业机会，也让企业的未来性更上一层楼。由风塑造的别墅该是什么模样？企业从外观开始就令人赞叹不已，四项立面设计被树海景观围绕，远观如七座精细雕刻的钻石，拉近一看，跳动交错的阳台配置增添生活质感。白色雨绘搭配山水花岗岩，以造山回应山巅，成就现代美学好墅。立面皮层的多孔隙穿透，将阳光一日的位移透过孔隙大小变化，穿透洒在犹如泼墨画的石墙上，形成一幅充满禅意的山水画布。企业重磅邀请韩碧楼建筑师戴玉泽以及英国气象学建筑精英团队 Roy Wu， 耗时八年打造，将数位设计运用于外观，造就自然韵律的复层帷幕。前后向采用 Double Skin 雨绘，复式帷幕设计能有效调节温度，外层以铝制金属格栅呈现，创作椭圆叶子的图像元素，展现生生不息意味。七种户型各自精彩，犹如钻石切面，独一无二。进入社区内部，立刻就被绿意拥抱，眼前交融成一幅色彩印象画。中庭纵深33米，山水岩一展壮阔霸气，两侧种植竹林、茶树，矗立的迎宾松树呈现竹包松茂，寓意长寿、富足、丰盛。光影错落穿插，让建筑物表情更立体，随手即拍的每一处都是画。这样的代表性建筑让企业从国外红回台湾，同时囊括五项国际竞赛入围，荣获四项建筑及设计大奖。以前瞻概念搭配超前技术，大幅跳脱一般建筑美学思维，不仅是盖一栋漂亮的别墅，
更是人与自然环境最佳融合的气象建筑物。今天要看的实评是 A2 户 148.89 平，四房五卫五露台，光是装潢就砸下重本，耗资整整2000万，相当于再买一套房子了。整面长达14米的蒙马特辉石材墙面，一展沉稳奢华气韵。食品屋收录超过50个品牌与200多个生活物件，让这里不只是一个实际生活场域，也是一个展演舞台。其中一个最大亮点就是这组定制款沙发。设计思维讲求形随机能而生，定制沙发可作为瑜伽垫，也能成为小孩游戏软垫。这样的变色龙设计也是获得国际奖项评审青睐的原因。玻璃地面为做出对内庭园，设计师利用三面玻璃窗景打破场域限制，延伸客厅、餐桌以及厨房空间，让生活与家属产生对话，在进退时虚的序变节奏中展现如同双人舞般的协调默契。返景入森林，复照青苔上，将亮体留白形成挑空中庭。外墙山水岩搭配家树罗汉松，衍生山水意境。走在食品屋当中，完全不需要开冷气，建筑物以风驱动自然空调，在房子之间穿梭自如，并以两倍高的室内空间连接楼梯以及院子，让气流能在室内畅通。全动 RC 板墙结构系统跳脱传统支架结构，放大室内空间，让全动室内无梁柱。你所看到的地方，墙就是柱，而板就是梁，空间规划更加弹性。加上一楼以上平均35公分的楼板设计，相较于一般楼板更是多出20公分，相对提高隔音效果。生活要的是讲究，而不是将就。厨房空间宽敞通透，意大利 Hans 厨具搭配里面三机，双向动线让主人做菜游刃有余。柜体后方隐藏阿米卡大冰箱，设计师为了让整体视觉统一，电器皆以嵌入式呈现。百平别墅逛都逛不完，但其也最让人惊喜的地方竟然藏在地下一楼。观众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家里头如果有戏水区会是什么感觉。地下室一楼规划戏水区，主人在家不仅可以运动休憩，更能让房子学会呼吸吐纳。空气经由社区最低处的戏水区冷却后，上升至天井，最后从屋顶花园排出。一吸一吐，这完美的循环能让室内温度降低4-5度。不让戏水区专美于前，另外打造了专属视听娱乐中心，以现代风格设计规划，整面仿版磨漆，可以随时将空间转化成展演场域。顺着阶梯来到二楼空间，左右两侧各规划一间卧房，遥相对望，互不打扰，让孩子更有自己的独立空间。过渡场域可作为主人办公区，温润木质串联前后与会，大面窗景搭配室内挑高空间，场域无限放大。三楼整层规划主卧，除了主人私密空间外，七平尺度大露台可当作第二客厅，或是男女主人的秘密花园。对外深呼吸，与自然对话。当阳光洒落，透过金属饰板，地面也能自成一幅画，俯拾皆是风景。主卧强调开阔性，宽大走道让主人回到私领域也能有排场。更衣室双开门设计，规划 M 字形动线，包包配件一目了然，不用担心开放式衣柜看起来杂乱无章。主卧大床三边落地，幕墙特别做出跳色变化，营造温润清爽的空间语境。
隐藏门推开，仿佛一秒走进五星总统套房。精致生活的代名词是四件式卫浴干湿分离 ，Color 蛋形浴缸 ，Total 迎宾马桶，再点个香氛蜡烛，达成人生成就。阿森枕面落地窗，阳光洒满室内，倚着屋顶前面切角望出去，每个角度都能自成画框。舍去神明屋规划，以日式禅风泡茶区体现舒适生活场景，也可改做健身房，一边运动一边眺望保护区美景。七言每层皆有大露台设计，各户享有大量留白空间，室内室外相融无间，窗内窗外融成一体。纵观 A 二户，有别一般别墅，利用么字形天井中庭及大面落地窗，解开房与房之间的隔阂，一步之遥即可触摸大自然，搭配风洞设计，气流穿梭循环，生活于此不止如诗如画。还能跟房子一起深呼吸。看完今天的建案，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。七野位在林口别墅特区，是难得一见的平地别墅产品。此区市容街阔，规划整齐，拥有连外交通的高速公路，加上距离500公尺就是国际顶尖学府，是不少父母心目中的学区房首选。坐落在林口这座绿富率最高的城市，七野周边机能成熟方便，10分钟车程生活圈、尽享三井 Outlet、 新进广场等商场，加上未来百亿国际影视园区将创造上万个就业机会，也让林口备受瞩目。建案地处环境保护区首排，规划地上3层、地下1层建筑，仅有7户住家珍惜拥有，公设比不到8%，相较其他类型产品，公共设施也会比较少一点。外观聘请韩碧楼设计团队以及英国气象学建筑团队，耗时8年亲手擘画，以气象学出发打造会呼吸的别墅，也获得各项国外建筑大奖肯定。全案毛坯交屋，相当适合豪宅客户，但皆为大坪数规划，总价带比较高，相对核贷成数比较低，这点观众朋友可以参考看看。今天的建案看康秀就到这边，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到591新建案了解更多资讯。除了全台最齐全的在线建案之外，更有丰富便捷的功能等你探索。另外，别忘记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有任何优缺点想讨论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